我那个年代的说是吧，也就是老三样，飞鸽、永久、什么凤凰这几种中国品牌的自行车吧。但是一直的延续了这么多年，我参加工作了以后，我记得我买了一个是什么牌的一个老款的，也是一个自行车，骑了十几年。等到后来又发展到这些个，就是变速啊也好，就是改成铝合金的了，什么油碟刹车啊都变成什么油碟的了，还有什么减速变速，这都是比较先进一点，所以我接受的这东西也比较慢一点，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个懂行，但是我总的感觉这个行呢，它永远是朝阳的时候。